你就开始来拿，拿那些米啊、水啊，去外面撒，帮助那些孤魂野鬼，帮助那些动物，帮助那些虫，因为他们吃即解脱，就这个意思。收看《菩提如是说》。忏悔乃入道前方便。三，略示礼忏七种心相。云何要发罪性本空心礼忏？一，若不了解什么是罪性本空，则不知如何转化积藏在心事中罪恶的阴影，不能消罪业。佛法所说的罪，不是造了杀、盗、淫、妄等重大罪业才叫做罪，同理也不是等造了重大罪过后才去礼忏，如此忏悔已经太晚了。三，凡是潜藏在内心的嫉妒心、贪爱心、嗔慢心、疑忌心、斗争心，都会在因缘聚会时引发造罪的恶因，就是佛法所称的罪种。四，由此可知，礼忏的目的是在忏悔，改变自己心中潜藏的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等等，足以牵引至恶道的罪因。成为向道、静心、超脱三界的成佛修因，才能真正达到礼忏的效果。五，重大的罪业，经上说是不可悔罪，不是用事项上的忏悔就能消灭的，所以说忏悔不能消重罪。一定要依理去做，遵照此处所说七种心，长期关照自心礼忏修行，转化内心造恶的罪因。六，当具足向迦诺尊者的定慧与慈悲，才能转黑暗心成光明心。稍微消除五始以来累积在八世田中罪恶的阴影，因心态承受力的转变而转重罪成禽兽。七，在心地观经上对礼忏的内容有明确说明，若能如法忏悔者，当依二种观来修，
一者观事灭罪门，二者观理灭罪门，事与理实无差别，但以根源因不同。若欲修习观正理，远离一切诸散乱，着心静一将夫坐，摄心正念离诸缘。常观诸佛妙法身，体性如空不可得，一切诸罪性皆如，颠倒因缘妄心起。如是罪相本来空，三世之中无所得，非内非外非中间，性相如如俱不动。真如妙理觉明言，唯有圣者能通达，非有非无非有无，非不有无理名相。周遍法界无生命，诸佛本来同一体，唯愿诸佛垂加护，能灭一切颠倒心。愿我早悟真性缘，速证如来无上道。若有亲信善男子，日夜能观妙理空，一切罪障自消除，是名罪上持境界。若人观之实相空，能灭一切诸重罪。犹如大风吹猛火，能烧无量诸草木。诸善男子真实观，名为诸佛妙妙理。欲灭罪业，应先做四种观想。当礼忏者，依前述七种心至诚发露忏悔，达到身心极静、无惨无障的程度，便是内心黑暗去除，善心升起，以心生之心迎向光明的时刻来临了。二，此时更当作四种观行，以未灭罪作前方便。一者观于因缘，二者观于果报，三者观于我身，四者观如来身。第一观因缘者，知我此罪，借以无明无善思维，无正观力，无事起过，远离善友，诸佛菩萨随逐我道，行邪舍净。如鱼吞钩，不知起患；如蚕作茧，自缠自缚；如蛾扑火，自烧自殆。已是因缘不能自出，第二关于果报者，所有诸恶不善之业，三世轮转，苦果无穷，沉溺无边，巨业大海，为诸烦恼罗刹所食，未来生死明然无涯。
摄使报得转轮圣王望似天下，飞行自在，七宝具足。命中之后，不免恶去四空果报，三界极尊，福尽还作牛岭中虫。况复其余无福德者，而复懈怠不勤忏悔，此亦犹如报时沉冤，求出亦难。第三，观我自身，虽有正因灵觉之性，而为烦恼阴暗丛林之所覆庇，无了因力，不能得解。我今应当发起圣心，破裂无明颠倒众障，断灭生死虚伪不应，显发如来大明觉慧，建立无上涅槃妙故。第四，观如来身，无为即照，离四俱，觉百非，众德具足，湛然常住。虽复方便入于灭度，慈悲就接，未曾暂舍，生如是心，可谓灭罪之良经，除罪之要行，是故至诚求哀忏悔。忏悔乃入道前方便，